有答案了，三二一，请亮正杰，不要最后喜欢我，慢慢来。你是最后喜欢你，能不能最后爱上你？哎，你是最后喜欢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乱写的，到底是什么？慢来，最后爱上你是街巷吗？惨了，最后不是哦，好像好难哦。谁？冰球乐团。冰球哦，冰球乐团。好，那到底是二最后怎么样？正确答案。都差一点点，可以吗？再举起来，我们再举起来看一下。哎，每个人都差一点点，你都差一点，你差超多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最后喜欢你，哇，差一点，你们这个是哎，这个是一个新的团体，对对对对，他们的歌也蛮有谁对，很好听，很好听。有谁对这个团体是了解？他们就是那种 disco， 他们很喜欢做那种 disco 的电子音，噔噔噔噔，就他们的音色，对对对，电子鼓，对对对对，嘟嘟嘟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，复古风，对。所以你看，你们都是音乐人，你做音乐只要找到自己的特色，很重要，好吧？继续加油，一起来看下一题，请出题。我真的不，哎呦，大文哦。明白。昨天你还很温柔，我大概犯的错，才会让你眼眶红。女生在乎的伤，大男生完全不同，虽然你不百分之百感动，相信我的真心。没有关系啊，还没有喊卡之前，对啊，你们都可以写啊。哎，导演还没喊卡之前都要继续演，演没错，对对对，我们是有过一场戏，哎。导演没有喊卡，我们就一直演演。我们那场戏足足演了45分钟。没有喊卡，导演怎么了？最后因为我经验最好嘛，导演没喊，我们可能是侯孝贤那种长镜头。哎呦，对，没错，长镜头45分钟很长，太长了啦，硬演呐。哇，没有喊卡，可能是要那种生活当中嘛。对，然后内容，然后不断演演，最后才知道，哎，导演睡着。喂，起床。起床，昨天太累了，是熬夜，有高，以前还是那个胶卷哦，搞了搞了搞了，那个冲片的，哎，浪费钱。三二一，好，请亮单。练习爱情啊，练习爱情，练习爱情，跟 Kimberly， 跟 Kimberly， 王大文跟哦 Kimberly 参与哦，有谁会唱吗？哦，这个应该都会，副歌应该大家都会，真假的？真的。机会来就来了，来了，来，我准备好了。还剩，还剩，还剩。人生就是一次的好好表现，把握，把握，好吧。好，来，欢迎天正 boy。把握，把握，我把握，把握，我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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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我也好了，我也一起合唱，没有谁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练习。